前几日我去了曼城，因为就快到七夕，我 friend 就帮我找了一个一日男友，他的名字叫阿 Paul，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一见到面他就说忘记了gel头，跟着带了我去他家。第一天约会就将女士带回家，是不是很不礼貌？一分钟形象补救，静静鸡喺度喷香水，梗系啦！如果唔系，阵间成阵臭味。我哋去嘅第一站系 Dinsgate 嘅运河，我哋头顶系一个火车嘅轨道。哦，我而家顺住火车经过嘅方向，下下就会行得到 Dinsgate Station。哇！开 party 喎！慢啲，慢啲，慢啲。哦，点样啊？咪怼落嘴咯。喂，佢叫人饮水喎，佢而家唔系喂嘢食喎。Why？ 点解咁？你影出嚟会有种弱小无助嘅感觉。我弱小无助。無助我哋而家系属于提早。拍到变形啊！拍到变形啊！拍到变形啊！吓到变形！我坐个靓船合影一下，可唔可以咩噶？你可以问下佢嘅主人。哎呀，一只 dog， 佢主人嚟啦。哇！幾型喎咁樣。係啊，所以我咪就係話咯，我覺得兩三個月嘅類似嘅生活係十分之悠閒，睇唔睇到我哋自己嘅？耶！第二站係 Savages， 主要係為咗探我朋友 Yuki， 佢係 Savages 嘅私人造型師。试一下，可以试一下。这种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不上身，你是不知道什么效果。这种。对对对，其实这个不错。对啊。对，可以吗 ？OK。挑战自我。我亦都顺便享受咗下私人购物嘅乐趣。呢个就系呢个 personal shopping 嘅叫咩啊？试衣间。呢啲系根据佢对我嘅一个观察推荐嘅一啲。好前衞啊！有啲驚，唔係佢幫你揀有佢嘅道理嘅，所以你著上身之後睇下咩效果，陣間會喺呢塊鏡裏邊。係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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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唔期待？期唔期待？但係當我試衫嘅時候，我成個人變到周身唔聚財，而且非常扭擰。點解點解你用手機錄嘅？你才是最真實的反應，好嗎？肥啊！不會啊，我覺得不會。都好肥啊！我真的覺得不會啊。好美啊！我這裡連 pat pat 都遮不到吧？蛤？好期待啊，真的。哇！哇！不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哦，匿埋。而当我将魔爪伸向男装嘅时候，我成个人即刻舒服晒，但系就遭到咗阿坡嘅无情耻笑。觉得好似去即系去水疗嗰啲，真系保守啊！保守党都唔够你咁保守啊！即系好似饮茶嗰啲部长，条裤连我都着得有。如果你試嗰幾條裙嘅時候都有咁自然嘅反應就好了。就是不喜歡穿裙子嘛。真的。他是一個好身材。他是。對啊，他就不喜歡 show off， 然後比較低調。最後 Yuki 俾咗好多揀衫嘅專業意見俾我。學習了，哇！太好了，最還有這麼專業的指導，搞得我都迫不及待了。真的。我也想看一下我的優缺點在哪裡。你也沒問題。我仲食咗个超正嘅汉堡包，哇，好似好正咁啊！我真系好想攞翻你条片出嚟睇，即系你之前嗰啲咩啊？个手机可唔可以唔好摆嗰度？吓？
precious。期间，保罗同学一直喺度调灯光。谢谢你。行完街之后，阿婆就煮饭俾我食，跟住我哋又去咗佢屋企。嚟，好好好啊！俾我拣楼，好荣幸啊！系，好荣幸啊！系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带男仔翻嚟咯。哇！系啊，好荣幸喎！系啊，你点知道我系咪真系男噶？诶、你咁样问系其实应该冇破你嘅戒咯。其实你冇睇呢啲鞋都系男士，其实系因为我只脚比较大，我要UK8.5嘅脚。点啊？第一步，举手。做厨师一定要知道嘅三件事。第一件，我都唔知道第一件系乜嘢。第三件。就一定要換衫，穿白色衫不可以煮飯，穿咁厚的衫都不可以煮飯，非常之熱。你覺得係咩？四味餸，無一重複。豬肉、牛肉、雞肉、魚。哇！全部都是肉啊！乜都有。咁如果唔係點啊？唔食要食咩啊？你唔係話你咩？你個傳人係咪要咩介紹啊？我師傅，即係搬我師傅出嚟啊！我師傅好大肚啊！係啊，係啊，成日上電視喎，真係㗎？都唔係成日啦，即係真係會上電視嗰啲。哦，咁今晚要試下你個雞肉。嚇咩事啊？你嗰個眼神啊？咩事啊？我講錯嘢啊？你有冇影緊㗎？咩事啊？冇事。我看到後面的台餸全部都是我們保羅大廚製的，不是啊，我做洗碗的保羅在家裡在那裡坐著。哇，真的不得了不得了，哇，不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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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我沒吃先試。喂，保羅師傅請。哎呀，坐不到，我腳太長，不好意思，為什麼這個會坐得到的？哎呀好煩啊！你真係好多氣啊！你本身仲想感激你，做咗一餐咁豐盛嘅飯餸，係咪啊？敬你一杯，辛苦曬，辛苦曬。乾咗。頭先唔知邊個話咧，呢啲酒咧係攞嚟煮飯咧，係唔其實唔飲得噶，但係咧即係扮下嘢嘅咋。各位觀眾勸酒係莫莫不可以，萬萬都可以勸酒下，唔好宣揚呢啲唔健康嘅酒文化。快啲啦，係細細地飲品。OK， 夾起快。係我買起啦。邊樣好食？今日先試你呢個招牌啊。係啊。咩感覺？嗯，乜真嘅？咸咗啲，我点咗好多。唔使点啊！但系好味啊！哇，真系好味咯！唔系讲笑喎。真系饭店嘅嗰种咯。不如我哋又用一张，俾个视觉上有啲大啲。非常广东。其实广东人先会咁做。是這樣的，不是，你一拿起來就已經很想笑了。不行不行，是這樣的，繼續。我剛才吃雞翼。我就這樣叉著，然後這樣咬啦，是不是很正常？是不是很正常？有沒有跟我一樣都是這樣叉的？啊，彈幕，扣一盒不盒。他说这个是什么食法？很得意的食法嘛。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说的，是很 Q 的食法。你说是小朋友的食法。没错，真的有得咬，你看看
我真係唔想上。觀眾，我真係唔想上。問下觀眾係點樣諗嘅？即係彈幕話俾我聽，有冇人同我一樣咁樣食法？同埋你哋覺得係咪呢個食法係小朋友嘅食法？係咪好正常？係咪好正常先？你哋講咯。小朋友食法好正常。唔係即係你都好小朋友。即係成人都可以食。我唔相信冇成人係即係。即除了是燒烤真的拿竹籤篤住的我真的未見過這樣吃的東西真的不是但是你這樣是方便嘛你這樣兩邊這樣咬是不是我看到他的口想笑好鬼煩啊你首先將它我要紅色要學人家那些去訂錶那些插住個袋咁定，你仲係有啲偏右啦，你唔好對住佢，你要對住牆直嘅咁樣。係啊，先放咗先。好。係啊，咁樣。嗯。O K。的其實唔使睇佢啊，你咁樣樣掟都得嘅，唔影響你唔使對住嗰個。哦，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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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Game over， Game over， 失嘢啦！唔計啊，因為一開始你都冇同我講喎，原理。你自己做，好搞笑，同你嗰個叉雞翼一樣，你自己做。我想講咧。剛才呢原來有人扮嘢囉佢邊個扮嘢邊個扮嘢邊個扮嘢拉出嚟成豬吧扮唔識訂飛鏢囉跟住後尾教識咗我訂飛鏢唔教呢樣嘅整一整一整一整啊係仲教識咗我訂寶鈴哇五輪打到111分喎、哦、不得了謝謝出師啊是不是出師啊多謝大家是不是多謝我的教練是不是出師啊多謝教練五分鐘速成啊寶鈴啊我教識了怎樣抹汗全身汗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很辛苦整了整所以究竟誰要扮嘢整了整了整台的飯送跟住又洗曬啲沙煲晚餐，聽日就係得呢盒啦，我自己就係咁興奮料到啦，係呢個人嚟先咁大場咁大排場啊！頭先嗰一台嘢，多謝，我辛苦曬啊，保羅師傅，辛苦。有咩點評先？係個雞係真係好正，有幾正？即係係。我又記得你煮之前講嗰句説話。咩啊？冇嘢，你繼續，觀眾會知道啊。邊句説話？你講。是即係飯店級的水準嘅。O K， 係，跟住嗰個排骨又係好吃啊。嗯哼，係啊。排骨好少有得食嘅，要記得真係。係好難得，好難得。誒，真係多謝阿寶師傅。寶師。今晚真係。點解已經開始？由此開始。真係寶師傅真係好辛苦，今晚真係多謝曬，多謝曬。唔係今日都好多謝你，即係行程非常之豐富啦，跟住真係係好開心嘅，好開心嘅。你關注咗我未啊？你關注咗我未啊？喺 B 站裏邊有關注，所以而家呢個人心心念念咗兩日，終於 find out 咗係點樣揾到佢個 Bilibili 個 main page， 跟住好失望咯。以為我係通過咩神仙手段揾到，其實唔係，係咪好失望？冇，拜拜。冇，拜拜。喜欢这期视频的，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分享、关注我。再说就不礼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说就不礼貌了。拜拜。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完了，试一下。行，我们两个。